现在我们在用这个水果皮、水果废料来生产这个环保酵素了。最好的废料是这个橘子啊、柳丁啊、橙啊，跟那个凤梨啊，这个都很香的。这个过程要1:3:10的配方了，一是黄糖，三分的水果皮，十是4个L的水，那么这个把它放在这个大桶里面，近3个月就可以发酵完成了。环保的一个基础的活动啊，酵素啦，做摩拉沙，我给你放吧，这个二手货商品啊，这样。